在今天画上句点。一整夜翻阅过去画面，快想不起我们为何会诀别，只看到那双你送的鞋。走一步又一步，我才发现绕了个圈，走了好几年又回到原点。你送的礼物会不会太特别，毫不避讳那不安的传言，但渐行渐远，习惯到没感觉。难道你曾想要我走远？你送的礼物在此刻好体贴，陪我回忆，把过往走一遍。除了这些年难免会有污点，就像每段爱总会有终点。世上最残酷的恐怕是